动情网，讲真还真没有人要感情你呢。IG 账号 Lucky Young 是位舞者，日前他们一群人到新加坡参加公益演唱会演出，当天他们工作结束后跟着当地朋友出去喝酒，他们原本打算在喝酒前一起拍个跳舞影片做纪念，殊不知一群人直接喝开，甚至有朋友是醉倒在地叫不起来，其他人只好把喝醉的朋友放在原地站在他的身后跳舞。小编贴心提醒，理性饮酒也切勿酒驾。宵夜，你帮我付邮钱好不好？好，那加满加满。嗯？只要1000吗？1000多啊。